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江油给大家做一个江油风格的汤圆儿。我们江油人吃汤圆儿呢，就是说，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加点猪油啊，猪油还有这个醪汁儿，猪油把醪汁儿炒香了之后，然后就说我们再做汤圆儿，还有加了红糖。原来我们这个叫糖水吧？糖水一般走任务啊，回娘家这些，就是一个咸咸蘸碗比较那个，比较就是远方的客人啊，重要的客人啊，那个稀客，人家说的是哦，才弄这个东西嘛。原来我不晓得噻，回老家的时候，人家说请我喝糖水，端上来这会儿，但是你说有的时候没得汤圆儿，他是蛋，四个荷包蛋，荷包蛋，四个蛋，知道吗？然后是变成猪油给捞点儿花，所以我说那个才堵人呢，简直是。你不吃完又不好，是啊，一般外迁来的人好多都不吃一个，醪汁下锅，猪肉炒醪汁，这个是只有江油这边才有的，我晓得应该就是我们这边才有，对对，其他没哪个店家吃，这个也在江油特色，在外头又没得卖，没得，只是这些做家务来了，家务家了才有。我开始拿的，炒了哪炒香，炒一下，来吧，多炒一下。醪汁放在哪里吃？因为醪汁呢，它比较那种子，就是比较干嘛，我们这边说的。炒了过后，有些感冒这些啥吃了，就没得好大问题的，晓得不？吃了也说对感冒有好处，轻微的哈。我的咱还没有的出来哈，没有的开了这个东西吃不下去，来再加点红糖，这个不像红糖的香，先加那个汤圆嘛，先下蛋，先煮蛋嘛，先煮蛋。你加两个嘛，你加两个，好事成双，好事成双，加鸡蛋，你加两个，我说那是啊，真是，好呀嘞，关键是火候哦，火候难吃，原来吃四个吧，不行。四季八彩，三十二吃六个，六六大顺。我吃八个，你说的哈？你吃八个？你说的哈？我说的，你说的吃八个嘛？我们这儿看你把吃完。我一说一吃，一顿吃八个有点凶哦。一吃八个，一顿吃八个，鸡都搞不赢。反正我记得原先走亲戚时，他们人吃八个。只是我们那不炒红糖，也就是那种盔碗那么大，八个。那中午饭都不吃了，你要吃啥？好吓人哦！我们这边哈，他基本上家可以说每家都要吃，因为他遇着圆圆滚滚嘛，一年一滚都过去了，顺顺的，顺顺的，圆滑，就这么几天。小点，喝小点儿，我来，你咋个喝了？好吧，来吧，来，来汤圆下去。今天早上本来出去买那个汤圆，心情挺高的。买不到，在盐工啊都是不咋好买的。我觉得现在这些东西真的吃的就是一种情怀了哈，就像老杨他们妈在那说的，人家大年初一晓得嘛，从多远都要赶回来吃个这个，他就是对家乡的一种思念，就是乡愁嘛。乡愁就在锅里面，就是就在这边就是你说，再去加啥蛋呢？糖水里面，糖水里面，就在这边糖水里面。像很多人江浙在这打工的回来不外乎就是什么，就是三十二围做饭，初一早晨这个蛋。来，我的六个汤圆两个蛋。好，六个汤圆两个蛋。我给你发消息。马大爷，你几个汤圆？我将就两个嘛。不行。我刚刚喝是八个。八个。对了。说不要点水吧？要点水可以。那马大爷好多一瓢啊，但只有两个哈，
嗯，好吃不脏，两个两个两个天天。八十一百。